咱们总结是：第一，胡锦涛到现场，中共委内的二十大所谓人民代表大会，习近平在之前发给当时给他权位的胡锦涛的一个新常委，就是当天投票选举的二十大就两个重要议程：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委员会的名单。胡锦涛到现场后，发现他这个名单和现场的名单人不相符，名单上没有包括胡春华，包括王岐山，包括韩正，原来都在名单里边是留任的，都有职务的，都没有，而全部换了习家军。锦涛就说：“哎，习你怎么敢这么干呢？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时候说：“你给我这个单子不一样。”这个时候的王沪宁和栗战书、韩正，唐方的韩正第一个冲起来就看他的单子，看单子的时候，锦涛就拿出来一张纸说：“我要说几句话。”就手去拽习近平的两个麦克风，习近平把他的麦克风推掉，不让他碰。麦克风同时被屏蔽掉了，也没有声音。这个时候，这个韩正和旁边的王岐山和旁边的那个汪洋都要站起来看这东西的时候，被习近平阻止坐下，被旁边阻止韩正坐下。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坐下的时候，习下令让中办副主任钟绍训过来，把锦涛从这个请出去。钟绍训过来了，请胡锦涛往右转，看那个指示往右转，刚才那个照片往右转。锦涛拒绝说我要说几句，然后这个时候栗战书他就拿文件，栗战书就跟他抢文件，王沪宁就把文件塞到了桌底下。这个时候习近平同志就告诉绍兴说请保镖过来把他给我架出去。这个时候栗战书就跟胡锦涛争执文件的时候，孔绍训不要请来，请又不成，直接保镖就过来把一个900度的眼睛的近视的胡锦涛，当年因为在西藏原上眼睛受到左右残疾的眼镜拿掉，等于他就瞎了。同时栗战书把文件交给了保镖，这个时候栗战书踩着胡锦涛的脚，怕他站起来，不让他这个动。这时候保镖来了，才允许把椅子拉开钟绍训，然后保镖架着他的胳膊，绑架的形式说往左走，我带你去演讲，到前面让你演讲。胡锦涛很冷静的去拿他被抢走的文件的掰开那一页，他要在开会之前给他发的根本跟现场不相称的那个假的常委名单和中央纪律委员会的投票名书被阻止。这时候锦涛呢，在这之前曾经尝试拿习近平手里边那个现场表决名单，被习近平制止。这时候再次的王沪宁、栗战书说保镖把他带走。这时候栗战书想站起来也参与到绑架胡锦涛，他不是去帮胡锦涛，是帮助把他推出去骗架出去的时候被王沪宁制止。然后保镖夹住一个中南海的保镖，是超出常人的，捏住他的肌肉，架住他的肩，让他离开。胡锦涛扭过身来告诉习，他巴主席说我就想说几句，我支持你。被习近平啊啊啊啊两声，他顺手拍了一下李克强，李克强吓到目瞪口呆。然后钟绍训阻止胡锦涛再拍肩，并用手骗架绑架的相识架出会场，直接带到京西宾馆囚禁。同时下令所有他的夫人刘永清和他女海峰胡海清和他女婿王道林以及他的孙子叫翠翠，包括他女儿的这个女儿外甥女全部被抓，叫杨洋，全部被抓，70几个人，包括儿子办公室，包括会的办公室，并且一度时间带到北京军区八大处关押，在昨天大陆的这个晚上时间又押回到京西宾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中国政治案件委员会，所谓的委员会就在京西宾馆指挥，总负责人王沪宁，具体审判案件由丁薛祥。现在全网屏蔽所有声音。